着急赶我走吗？那你非要在徐光耀的病房里过夜吗？我给了你台阶，你为什么不下？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那也比某些人强吧？才两分钟没见，就硬是要打来电话说想顾小姐了。什么两分钟？什么打电话？他这是在吃春儿的醋吗？看不出来，醋劲还挺大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人心的险恶，有的时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如果我哥哥真的是他害死的，那他不仅欠我一个家，他还欠我一条命。他夺走了我所有最重要的东西，我要让他血债血还。我想保护你一辈子。